在瑞士也能有平价家居品，今天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间家居小店是无意间买奶茶的途中看到的，逛了一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超级可爱的家具和日用品，居然价格还特别亲民，简直让在瑞士因为价格而不敢逛街的我感动到两眼泛起泪花。可爱的厨具也都两三块一个，好可爱，哦天哪，这个是什么的？芝士。这么香，我拿一个吧。可可爱爱，令人无法自拔。美美的礼物纸，哪个小可爱不喜欢呢？还有好多毛线团，做手工的小朋友们冲啊！还有特别多装饰品，便宜买起来不心疼。小朋友 DIY 的，你看这个，好漂亮！这种家居店逛起来真的太治愈了。对，我超喜欢。还有木质小玩具，看起来真想给蛋蛋露营。漂亮的餐具可以让每天心情愉快哦。球球哎，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还有 croissant， 这个老人想要。给可爱的姐姐买了一个头饰。先给皮蛋弟弟戴一下吧，顺便来隔壁喝个奶茶，又是一块开心的一天，拜拜，下次见。